随着 MC 的更新，大部分的地图种子已经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，但是每个新版本的地图种子总能让我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1.19 版本中那些 bug 般的种子吧。雪山上的来客，我们出生在一片范围巨大的雪山上，拉满我们的观测距离才能真正见识到这座宛如仙境的雪山。那么这雪山里藏着什么呢？首先是山顶的村庄，这个村�庄不但海拔高，而且里面有三座相连的铁匠铺。走出村庄后，来到下一个坐标位置，我们就会看到自然生成在空中的一棵浮空树，也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大的努力才能长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无限延伸矿井，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种子。在这个种子里，我们会直接出生在一片山地上，但我们只要朝旁边稍微走两步，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矿井。而它的神奇之处在于，这个矿井是无限延伸的。而这个种子也是我在 1.19 里找到的第一个因为生成 bug 而出现的地图种子，相信它会带给你无限探索的无穷乐趣。海上冒险，这个种子的出生点有一个大型沙漠村庄，而在村庄的旁边仔细看，你会发现一个藏得很深的沙漠神殿，这波属于是保护色了。而这片沙漠完全被海洋所包围，当然如果你有幸跨越这片海洋进行一个海上冒险，那么你会发现路上有一个下界传送门遗址，为你的下界交通提供便利。而这个地图里还有一个神奇的结构，就是这个几乎埋在山里的沙漠神殿，它的内部藏着什么秘密呢？赶紧去探索一下，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两个相邻的下界要塞，进入地图来到指定位置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村庄旁边的下界门遗址。古玄这个遗址进入它，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，以这个下界门为中心，往左走是一个下界要塞，往右走是一个新的下界要塞。如此方便的地形大大节约了我们搜集物资的时间，相信生存玩家一定会喜欢这张地图。而这个地图里还有一座稀有的灵地福地岛屿，静静等候你的探索。冰岛，这里是一座雪山的山腰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座雪山上的灵地府邸，旁边还有一个前哨站，感觉里面住的是大人物啊。那么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？在这座巨大雪山的山谷中心，有一座与世隔绝的小村庄。这么看来，这座灵地府邸更像是在保护这些村民，有些地图真的像是在讲述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啊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此类视频就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